东森新闻郑可雅涵综合报道。接下来关心，现在全台湾最夯的好像就是夹娃娃机了，在卖的东西也是百百种，除了常见的玩偶、公仔、3C 产品，现在竟然还有这种千元的钻石项链。原来是钻石业者他们多角化经营，打出十块钱可以夹钻石的噱头，抢拼夹娃娃商机。不少人在下班之后呢，都会选择到这样选物贩卖机店来试试手气。不过这边卖东西呢，可是大有玄机。仔细看，里面卖的不是玩偶，也不是3C类产品，而是一条条的钻石项链。什么都能夹，夹什么都不奇怪。玩偶、模型，甚至是手机、游戏机，都出现在机台当中。最多有投过多少钱？1000多块吧。就我只是想要那里面的东西而已。选物店双击旺，连奖品也有噱头，端出千元钻石首饰，吸引爱夹一族的目光。机台有放钻石的啊。晃一下看到就来玩一下，不然对吧、啊？下班无聊嘛。娃娃机常客也觉得新奇，原来是钻石业者多角化经营，把通路触角从店面延伸到机台，企图打入小资市场。因为娃娃机的话，它毕竟是个平价的消费，我们主要锁定的是一般外劳跟一般大概15岁至30岁的客群。从这个娃娃机上面，我们可以增加到3-4成的业绩以上。近年选物贩卖机店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，全省登记立案就有将近3000家。不少人选择自行加盟租机台经营，就是看准兼差的弹性。上班族他们下班以后，其实除了加班以外，他们下班以后可以去外面租一台机台。商品越多的话，消费者选择性越大，那他们每个月收入会更好。选物机台市场渐趋饱和，业者就要靠着经营创意力拼夹娃娃商机。东森财经新闻，林玲、黄富祥、江一清采访报道。好，关心娱乐消息。